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农民的家庭，我小时候差一点也是饿死。我对中国的穷人的生活是感受很深。那么然后我们这一代人又经历了文化革命，我们是都在想为什么中国这样。我在民政部工作了22年，现在我做的事情如何建立现代的慈善制度，让中国的社会资本、社会组织更有力地成长起来，然后让社会建设更快一些。我想我面临着非常大的两个挑战。那一个挑战我认为是一个文化方面的挑战，就你如何让中国的过去的一些文化来转向现代，就是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我们整个中国人能不能都改变一种思维方式，让我们的好思想、好的政策能不能变到实际中去，包括好的法律。我觉得改变一个，或者说让一个文化来进行转型，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好想法，现在都有一些文化的障碍。就是你组织一个社会的转型，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 qualified 的这些那 staff， 但是呢，在中国现在还是非常缺的。我觉得组织中国转型、推动中国转型是一回事儿，但是如何用好中国的社会资源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其实慈善能够让中国社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。那慈善其实让人们更愿意的奉献，能够更平和的对话，所以如果能通过 social entrepreneur， 通过这样一种社会的创新来推动社会的改变，其实就会让中国的社会，包括文化，包括制度，那当然包括很多政策变化得更快。那这个成功的标志就是更多的慈善家来出来捐款，他们来建很多很多的一些公益事业，包括他们像洛克菲勒家族、像比尔盖茨家族，向他们来学习。我觉得这样就会有很大的成功，当然也包括很多志愿的服务。中国完全应该有更多的几亿人来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活动中。其实中国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我们都希望中国将来更加民主，更加富强，改变一下中国的历史，不要再有农民起义，不要再有文化革命，不要有大的混乱，但是一定要实现中国的民主。